你而家睇紧嘅系最新一集《Bachelor》。Hello， 我叫 Stickball， 我系个 New Bachelor， 今年两岁，单身，我等一段新嘅爱情。我好中意 Portland， 好好住。如果你中意户外环境嘅话，我中意滑雪，冇嘢好得过隔开啲白雪。我中意行山。啊！我最中意呢度嘅，其实系呢度嘅人啊。踩单车嘅最好嘅方法系睇个城市。行开啲啊，蠢材 ！Woo， relax。但我都系中意揸我嘅林宝坚尼。喂，靓女，有冇人搵紧爱情啊？系哇，真系好靓仔喎 ！Hey Birdy， 靓女，放轻松啲。我想要一个好得意嘅人，一个中意睇戏嘅人。一个中意尝试新嘢嘅人。老友，你杯果汁啊！啊，无物小物草汁，好核突啊！一个中意运动嘅人，一个可以坚持嘅人。二千十下，二千十一下，二千十二下。究竟你有冇举过重噶？我真系揾紧一个可以同我共度余生嘅人，我已经为爱情准备好啦，准备去下一步。而我知道 TV 系一个最好嘅方法。我唔知点解仲未揾到爱情啊！嗯，我近排好忙啊，唔上 Facebook 真系好难啊。Cowan 好似 Taylor Swift。我而家好满意我而家有嘅事业同埋人生。但仲有嘢系争紧啊！但已经准备好啦，为爱情已经准备好啦。而家开始 ，Bachelor。下个礼拜 Bachelor。其实咧，我真系好正咯。如果多啲雪就好啦。你睇我要对住啲咩人啦、啊？我唔中意人就系咁解啦。